个啊，阿旺是瓜牛，我也是瓜牛。你们房间号码会啊割吗？他自己这已经满了。啊，满了？没有啊，没有啊，我这边少一个啊。有他自己还没进来吗？对，他在邀我。你那边第一个人。好，再邀你。那我先撤。好有趣哦，可以转。他的无版权音乐就是那个大家很喜欢用的那个、啊。啪啪啪啪啪我的刚刚传了。对啊，听得好烦躁。所以我把音乐关掉了。这首不能连续听，会死人。可是不知道他进去会不会是就忘记了、欸？昨天测好像我也忘记了，忘记了。他记有吗？有，要等我一下下。好。这瓜牛的后面长得不太对吧？哇，你们都有梗。都有改什么？哎，小雨再邀我一下。好。我是，你跟杰瑞是啊，右上。哦，你没有过新手教学吗？对。你是用什么？你是用手把？键盘过。而且请输入有效的房间号。他键盘，他键盘。他有新手教学哦。他有稍微教一下，就是新手教学哦。你先点个左下或右上 ，W D 或 A S 选一个队伍。我看已经没有加入游戏的选项。哦，我懂这个哦。啊，没有加入游戏的选项。对啊，不知道。我刚刚进入，然后退掉，因为我想说改个那个什么无版权音乐。然后现在要我看杰瑞那个位置有卡一个角色在那边呢、欸。对他锁住。啊，所以我是如果先应该是我刚刚卡在那个位置。哦，所以是 bug。那我重开一下吗？好啊，可以啊。好。他这个的连线好像还是有点。八八八八。昨天测还好哎。刚刚连线其实是没事的，只是大厅出点问题。是大厅，乖乖。发现我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房间。哎、欸，对，我发现我现在不能离开哎、欸。这要怎么离开？有时候会有 bug， 就是你 ESC 出不来，杰瑞，我离开了，拜了杰瑞。拜了杰瑞，对不起。笑啊！像我刚刚 ESC 就有了。我是在遥感的 V。嗯，遥感。有，我进来了，这个游戏是2v2啊。对，好了。哎、欸，白痴哦、喔欸！我的 A 是 B 键哦。你怎么又是 B 键？你是不知道、喔，你是手把后面调到那个吧？还是我们一个队伍是同一个角色啊？二 P 色。二 P 这样吗？对啊，就是小雨是黄色蜜蜂嘛，阿旺是红色蜜蜂。红色蜜蜂直接可以啊。来，颜色怎么变？左右啊，你不用变啊，你不用变。哦，对对对。空白。欸、他转自己的角色可以转到反过来。太难选了吧。太少选择了。刻下去了啦。逼你玩。你们开团团团要绿色了。开了。我们是建好的喵。我们是荔枝兄弟。欸、他到底是喝什么荔枝啊。把它转到倒过来，它过三秒会自己转回正呢、欸，好难过、喔。哎、欸，真的有八个吗？你要选到瓜牛啊！你现在选二 P 色而已、欸。你要选到瓜牛、啊，因为我现在每一个都在选哎、欸。你上下要上下、哦、要上下要上下。你现在是选颜色而已。上下选角色。我自己是有在上下的。哎、欸，我看你刚刚选角色、欸哦。我现在看你是例子。对啊，有啊有。哦，这游戏真棒，棒！好，等一下，OK， 那我们就今天玩这个叫什么"拉拉扯扯向前冲"，反正就是两人一队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有点难解释，反正进去应该就可以知道了。我想到一个形容词给你讲，这就是两人三角。哎、欸，那有几个吗？差不多，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选。我们要想办法到终点。对啊，我们会先玩教学关啊，所以不用担心，大家可以。耶、yeah. ，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点。没错没错。然后一起跌倒。哈哈哈哈哈！没，只要你的队友会跟你一起跌倒。希望我跟喵哈的默契够好。
啊，你可以想想看，我们曾经玩过一个大胖跟小胖的游戏。对不起，我错了，我们不起床。瞬间挖起阴影。请问有没有剪刀可以剪断？哎呦，这地都有点久。乃入宗庙。有人烂线哦。究竟是谁呢？谁呢？你有载入图标，在载入中，载入中，哎呀，哎，然后载入完这个，请问这个，我们如果听到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是不是要配个东西啊？等一下，是不是炸弹要爆炸了？对啊，觉得这有一种很熟悉，很像我们那时候 GMod 在看什么右下角的 BL 什么，有点有点像啦，就是读起插件啊什么鬼的，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这款游戏会到今天玩，我们昨天其实跟小雨有先测试过，其实一下就进去啦，然后都很顺啊，哎，怎么跟 GMod 一样？他现在要负担八个人的连线，八倍的时间、欸、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要开始开启聊天模式了。杰克，哇，杰克，好你了，杰克，我看我的队友已经断开了、欸，有队友断开了，是我断了，杰瑞，我您的队友已经断开了，返回主页。是杰瑞的线又怪怪的吗？我的线，这团团不小心切断了我跟他之间的联系。没有，我没切断，我还在载入中。我也还在载入中。我抓到，我也还在。我是不是右手要摇杆，左手要键盘？你先把脚上面用脚控制滑，好像可以哦。然后还是脚踩键盘。我看过那个吗？哦，游戏人生。怪怪的。一人控制四个角色、欸，哎、哦，好像有印象哦。可是现在有一个人断开，我们还在载入中、欸，哎，怎么办？啊、我们这边就像那个糖豆人刚开台，我要一直往下坠一样。你要给他跑，还是跟脆重开啊？重开啊！我觉得重开比较重开。太好了，重开吧。不，要怎么回到？过去。按叉叉，我是用四川话。直接关。应该整个重开是不是？对。对啊，因为他整个卡住了。是把游戏声音调大一点我们只是想要拉拉车那个、啊，跟杰瑞重现。我们只想要之间的连接。是我跟这游戏重现。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这游戏不喜欢我。加入用滑鼠右角色，加入空白键跳跃，一拉扯 ，L shift OK。哎、欸，有连接。好了，都要了。Apple 选择 Apple。有了。蜜蜂是两个颜色，粉的跟黄。我是选错了。对。拜拜。你可是打错的音效。哎、欸，等一下。哦，没事没事，我哎、欸，哈进我们两个是怪怪的。对，我们两个重进。哦，你说你选不到颜色，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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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什么？就我发现是有个状况，因为我刚看那个设定那边，它的那个有写左角色跟右角色。嗯。哎、欸，我好了。不是我们有，他是没有，他可以一个人控两个角色，所以他是说，如果你要一个人控两个角色的话，左边的控制是什么，右边控制是什么的。天哪！二人玩的时候，对。听起来越来越难过。没有啦，他那个好像是给你那种，就是两个人握一只把手这样。对啊，嗯。哇，这感情超好哎、欸，两个人握一只把手。哎、欸，啊，为什么我看大家都 OK 了，不能？对。怎么不能十大特呢？
取消选择，选择。取消的准备一下。对啊，好吵啊！啊，我又不见了！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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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杰瑞不见了啊！我不见了，真的，杰瑞不见啦！他灵压不见了，游戏犯冲啊！哭啊！而且你那个位置又卡住，又卡一个是瓜牛，瓜牛，这个我能帮他取消吗？你要三个，你要两个。哎，我能帮他取消，我能帮他取消。哎，你先帮他取消，你帮他取消。因为你可以取消掉，取消掉，那不要再。再一次。要再按一次。你帮他再把它取消一次。再取消一次，再取消一次。你说我取消我这边的吗？对啊。就是你右边那边再取消一次。等一下哦，好像有点障碍哦。还是什么神秘的？哎，他的。八步有音效哎、欸，哎、欸、不有 有那个音阶、欸，他的对他有音阶，好吵啊！不然等下有按按钮又不见了。哎、欸，这可以吗？这可以吗？我两个都取消准备了。要要，你还在那个里面？我是取消准备而已啦。哦，好，我看看。杰瑞，杰瑞。那如果我跳出去？我可以过去那边。对啊，那就代表 OK 啊。看看，我可以过来啊。对对，我过来了。哦、那可以的。对啊，那我就是。好，我看一下。所以现在是可以进来的，对吧、啊？我是可以跳过去那个位置的。OK， 所以那位置应该是空的。应该是空的。还不行哎。一样输入有效房间。嗯。还是杰瑞开房。好啊，我们给杰瑞。好像合理哦，听起来合理，听起来合理。对吧？等下只有杰瑞进去。完了。杰瑞一个人的八人游戏，你要操控哪八个东西呢？你这样子，一只手要控两只，你的脚要一只脚控两只，太难了吧？天嘞！遥感，我不知道怎么退出了。B， 你输入有效房间啊？你的 A， 哇！杰瑞，你有开吗？我也不能开吗？进不去，杰瑞。房间啊！你怎么与世隔绝？这游戏世外桃源呢？我可以啊，我进来了，我进来杰瑞里面了。不行，不行哎，不行哎，我不行哎。他说请输入有效房间，你在里面呢？他说可是我在杰瑞的里面呢，他里面很空。哦，里面很空，会不会是版本不同？他说你是错误的房间的码后，你是另一个不同的版本。左上角是什么版本？0817，零点八一七，我是零，我也是零点八一七，零八一七啊，我是啊，自由基，自由基不喜欢我，哇，你是不是使用什么测试哦，你是反向的天选之人哎、欸，反向的天选之人，天气之人，所以其他人都进不去杰瑞这里哦，进不去，我腰嘞，我连喵他也一样啊，那喵那喵喵喵。等一下，杰瑞你不要动哦，我从这里腰看看。我连喵他也不行哎、欸。等一下，第哎，你是够的寻找，你们是怎么弄的？他不能用 Steam 直接那个。没有，他最上面的那个可以啊，他有寻找好友那个，他会整整整好就可以。No， 看一下。哎、你们等一下，好难找，好多人哦，等一下，一二，还有谁？不对，我们好像没有阿汪的，对不对？我好像对，我没有讲。等一下可以帮喵他腰吧。我们如果有进去，按一次就有进，按一次就是有的意思吗？哎、欸，进来了哎、欸。有哎、欸，我可以找。有了，很好笑哦。我现在房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喵他。没有，因为他出来了、啊。哦，对啊，对啊，因为我现在他那个一定要那个触发。我有，我有，我有。喂，怎么了？哎呦，我进来了。你是一款好游戏吗？那杰瑞可以吗？可以，我进来了。所以要我吗？你进来了，但你是天选之人。没有，我跟你讲，看看咯，我们不能话讲那么早，还有。不能讲太早，还有，还有，等一下，没开始游戏呢。还有最终考验，那個、還沒過等一下量体温。对，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用摇杆吗？还是我用摇杆？摇杆的话，它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 start。有。对，撕劈是人，撕劈是什么啦？撕劈，太危险了！别忘了沟通一二三条。
载入中，哎，快快快！进、来了，是呀，可以啊，来教学，教学，花了十五分钟呢。哎呀，十五分钟已经比那巨魔的强了。对哦，怎么痛啊？两个位置吧，他会教学，他会教学，哎，他记忆。是杰瑞也断了吗？我也断了。哇哇！以为我们能进个新？你们断线了？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可能是游戏刚做，他八人的系统还没很好啦。没有没有，是昨天本来杰瑞就怪怪的，所以是杰瑞的问题。我这跟团四是正常。哎呀！没有要去福特。Shoot！ 我啊，不能一起跑。哦，游戏多灾多难啊！哇，因为其他没有那个，是要等对其他人。奥数反击！哎，我们断开了耶！哦，你们都断开了吗？嗯，跳对啊，出来了。我发现一个问题。不会跳这个，会看错角色。对，要是看谁开吗？还是我这边开？我觉得跟游戏冲到哎，我觉得没办法。因为杰瑞开，我们所有人也都连不进。嗯，对啊，我觉得我这边有问题。杰瑞两个小时了吗？还没吧？应该还没两个小时。你可以先退了。你可以先退了。啊？我先退出去吧。好，出去吧。你开队友有一个人控两只了。哇！那就还是小雨妖喽。嗯。好，那我看一下。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六个人玩，我去休息好了。你要睡啊、哦？好，你累，你要去休息。好累啊，辛苦了，辛苦了。祝你好梦。晚安。祝你梦到这款游戏。十点半要起来啊！你直接去敲他的门。人要工作哦，十点半出来。好，明显就叫我一下。开学了、哦。开学了。开学了。杰克，你想要什么？你喜欢哪一只？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哎、欸，我发现不能选一样的，会认错角色。好了，那我们选不一样的好了。对，我刚看到哈基的角色去了。看错了。那我要 Apple。Apple 被选走了。真的、啊，好吵啊！那个选择真的。哎，我断开了。断了。安心，这种备案游戏。等，是我断开吗？是我断开吗？现在都断开了，哇！还是喵哈在开？我开吗？喵哈开，喵哈开。哦，再开。等下，我先研究我怎么出去。好游戏，好游戏，太棒！原来是连线游戏啊！连线游戏，哎，明明两个人玩没事啊，正常。对啊，明明昨天就超正常的，奇怪。是不是昨天两个人呢？因为这正常游戏是两个人开始啊，嗯，合理吧？合理。阿凡西、小雨、杰克团，应该都有了。然后我刚点喵哈，可是我断掉了。哎、欸，阿旺，你是叫什么啊？我加你了。对你好像刚加了，他是不是显示不出来啊？没有，我们其他人进去可以帮忙加。对啊，他叫我。现在是我进来了吗？哎、欸，我进来了。他叫沃夫。对 ，Enter。哇！哎，为什么？等一下啊！等一下，又怪怪的喽！那个啥王吗？哎，对。只是为什么他这样子？对对。哎，可是我没办法那个。对啊。我没办法确定呢、欸。还是你退出？还是你去其他队？等一下，
让我看一下哦，我哎、欸，我看不到你的名字哎，我看不到汪汪还就看到，我先退掉，按到多按一个，有可能，可是因为他现在退不开、啊啊，他现在位置还卡着吗？嘿，丢，哇，我因为我把游戏关了，哇，要重开是不是？这个重。这是一个重开、啊，这是什么烂闪现？哦、欸，这游戏已经玩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半小时了、欸，而且我都在玩他的，还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我们在玩他们的队伍系统，我们在捏脚哎、欸。哇，今天也太多事故了吧？啊！我先是 YT 直接开不起来，然后这游戏开不。哇塞！那你 YT 不能开哦。不知道他连不清，就双开开不起来。我现在 YT 是重，我现在 YT 重整也是重整不出来。哦，他被爆炸了！我的 YT 爆炸了！哇！哎、欸，阿旺进来了，我进来了，可是上面……啊，请问上面那些恐怖的人嗎？上面那个是什么鬼？究竟是什么烂闪现？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行，不能上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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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事。什么意思？可以可以，没事没事，什么都没看到。鬼，有鬼啊！那我们到底等下是六个人还是八个人？等下看后面有四颗，有没有四颗？我颗只有四颗。这个画面怎么长这样？我在右边，我们在右边，在右边，怎么跟刚不一样？我们在右边，还有我们，哎，有了，有了，有了！等一下，这是什么？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这有不是他不能回头看。哎，我想回头去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我们走，我们走回去，我回头去看一下。你看我们后面有一个分身。我们看不到哎、欸，我只看到两颗。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什么？我的画面是四个画面呢、欸？哇！啊，你是键盘用到两个？那我看看，我看看键盘怎么操控它。W A S D 跟上下左右键。那不会滚呢？我。哇！你在玩俄维奥？我这是不会动画面的，左右各一个的。他不会动啊！哇，那这样你的视角会卡着那边呢、欸？是不会啦，我两边的画面是断线了，又谁断线了？我的队友又断线，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欸。我刚刚我上一场也是在这个位置断线的、欸。对啊。哦，这里有。就是同样的，有一个仙人过一个仙人掌就断线了。对啊。还是那我们不要玩新手教学看看。我没有过新的关卡看看，先玩直接玩关卡看看。可是我刚刚我这边没有过新手教学关系，我只能按那个地图。哈。哦，我可以按第一关了。那小雨开开看。到底是什么游戏？到底是什么烂游戏？请问有备案吗？我觉得要撑到十点有点困难、欸。六个人。六个人。我 Happy 手账号是要回来了，没事，我们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看看。OK。你们退了吗？我退了。我断了。我队友不见，他就自己断开了。对。对，我应该都要了。进来了。好。Call back。对了。好想玩游戏哦。好想看一下这游戏到底是怎么。这款游戏感觉很有趣啊，啊怎么连线跟？什么一样？当初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它的品质吧。嗯，他昨天才出哎、欸。对啊。很讽刺哎、欸，你跟你的队友连在一起，可是连线却连不到。啊。哦。哎，那我们直接进主赛道了哈。耶耶。这回到我也没玩过。其实是互相扯网路了。对。是互相扯网路。原来是我们的网路线吗？对方还可以阻挠我们啊？怎么阻挠？就是缠住他的绳子啊，缠住他的绳子啊。哦、他有一个键小队吗？对，他有一个键不是可以黏住吗？你就把他线卡住，然后两个人都黏住，他就会走不了了。走。你说像这样吗？没有啊。怎么用的？摇杆是
右边扯我扯我，你怎么没有扯？啊啊！这边两边啊！不是，小时候看起来很危险啊。我们慢慢的走。啊，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先走。这边这边这边，我们先走喽。我们先走。啊，你要去哪里？圆形的还是光形的？走。不是，哎，有人断了，有人断掉了，线会断呐、啊，线会断了、啊，杰克，友谊的线说切断就切断，我没有断，我没有断、啊，你又断吗？没有啦，刚刚的镭射，镭射断了我们的线，后面切断、欸，不是不是，我们左边弹簧了，是什么？我们的线变弹簧了、欸，哎，变电话线了、欸，哎，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啊，前面前面前面，恐怖、啊，走墙壁，走墙壁啊！墙壁，墙壁，墙壁，我电击了，杰哥跳，我们又回来了。哎，右边！哎，我直接投过去。一二跳，杰哥跳，跳！哎，来来，要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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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二跳，跳！我跳！为什么？有看到什么东西？跳！跳了！杰克不要，杰克，快点！太晚跳了，没事，把他过，他过，过就好，过就好。我拉到你，我拉到你了。哦，不要跳舞吧，安卓更新了。礼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酷啊！哎，我们两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会乱，飞起来！哦哦，你要粘，你要粘，然后拉我，拉我，拉我。怎麼拉啊、你要扯扯扯，知道吗？然后你下去下去下去，你下去拉拉拉。你爱你能不能把我拉起来？好，扯我。你按那个。好，你下去下去下去拉。你摇摇杆，我不知道你按哪一个，就是你会让你会刺刺的，可以把我弹上来。刺刺的那个。哦，就这样吗？啊，然后。你按那个刺刺的。快快放开放开放开快快快！那黏黏的那一个。等一下，不行。啊！只有黏黏的，刺刺的。对啊，这个刺刺的，对对对。然后这个，然后我按什么键吗？按那个刺，对对对，按这个刺刺。哦。对对对，他是把队友拉上。啊，没有他是就是把拉过去的，然后再按跳啊。对对对。哎，这 TNT 很过分。这 TNT 在这路中间着实有点夸张。过分。线线线！起飞！起飞了！拉不起来！走！哎呀！哎！我在钓鱼耶，想不想吃团团肉啊？不要！哈哈哈哈哈！你要我把棉花扔？我们要怎么下去？哦，有了有了，这消失了！他吐他吐！好！哎，过了！为什么你们切西瓜？太快了吧！我吃太久了，我直接飞的哎、欸！我还在研究摇杆到底要按哪一个。真的，我慢慢走哎、欸。太混乱了，好混乱哦！但为什么我可以把绳子变成弹簧？是吃到什么吗？欸、对啊，中间突然绳子就变成彈簧。你们是不是互相挤到就可以弹出去啊？没有，它有一个不是有那个刺刺的吗？对啊，你按那个刺刺再按跳。你那扔水蜜蜂到我面前转、啊，刺刺再按跳。对，哎、欸，我断了，就是把两个人，哎、欸，你断了吗？啊？哎、欸，对你断掉了、哦。有了，我听到。结果是我的问题。哇！敲了个高。我是玩了一关。完了，只有一关可以玩吗？这游戏怎么办？我们把我带他们走。好，我们带你们走，我们带你们这个像素果。小的可以耶，我还可以差一点。哎呀，哎那边啊，勾不住了，勾不到，不行了。哇，我连不到，连不到。啊，再一次，再一次。完了，我们要想备案游戏。好可惜哦，好可惜哦。等过一阵子再看看吧，要不然觉得它设计的还不错，它很有趣啊。对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喂，好吧，那我们来想想六个人可以玩啥呢？六个人的备案游戏哦，其实六个的话，我们来看看。那我先把这游戏关掉，这游戏音乐好吵。我这已经直接把它音乐关掉了。免音乐，对啊，六人哦。六人，表单应该有分六人游戏，可以找一下。有啊，秘密零。
哦，对耶，那个还不错啊。哪一个？可都有吗 ？Secret Night。哪一个？我没载，我不知道大。那个是什么游戏？还好，就那个邻居跟小孩子躲猫猫。哎、欸，那我是没玩过、啊。一个奇怪的大叔。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好像繁星没有玩过，但是繁星是不是有那款？我有买啊，可是完全没玩过啊。嗯。他应该可以自定局吧？我记得。他可以啊，没有，我们之前都是玩自定局啊。对啊，我五月底才玩过而已。嗯、叫什么、啊？Secret Night， 拼给我。有，我在找，好。Jenner 呢？哎呀，你要贴啊！啊，我直接贴那个网址页面给你们好了。Secret Night， 我看一下，我先看看游戏多大。安装，因为它有好几个版本，有个人玩跟多人玩的，还有故事模式。对，然后我贴的这个是鬼抓人啊。哪里啊？在哪？第 General 啊 ？General。哦，今天太多。Hello neighbor mutual player。今天也太多猫猫照片了吧？太神了。啊啊！换标题。可惜了，这款。哇，我没买。我也没买嘞。哇哇，那再换别的。备案三。备案三。那个 Tower 嘞？Tower 要四个耶、欸、Tower 四个人四个啊 Tower 可以怎么玩啊，不是，我讲另外一个 Tower Tower on Night 很多人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有点大吗、哦、小游戏，对，大家长得有点大，很久耶、欸、我没有，我好像删掉了，我没有耶、欸、我也没有、让我看看还有什么new 的游戏，我有游戏最简单桌游模拟器也是可以啦，不过遥控器也可以。我看看八人有没有最快方法糖豆了，是你们想要进来虐我们吧？你们哦，那时候睡觉的时候看你们好像都被虐。奥尔夫呢？你、欸、超强，超级强。奥尔夫，好恶心。奥尔夫 is your friend。奥尔夫，阿汪他们没。我没有，不过没关系啊，你们可以。阿汪，你那边有什么游戏？对啊，我刚刚就在想说，我看一下，还是我看我这里有什么？你看你有什么多人游戏？你那边先看好了。对啊，枪火重生不行哦、喔。那是有四个啊，还三个、啊，三个还是四个？四个。哪个？枪火重生四个啊。啊是哦。我这边，可是我这边有的你们都近期都有玩过了。你讲啊。你不要先讲。Human Fall Flat 啊 ，Gambit 那天才玩，然后Just Die Already 之后我有没事。其他的 Gears of War 要连那个太麻烦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考虑我这哈，你们都有的话你们先来啊，我就去玩别的、啊。啊，那我看。对啊。没有，真的都不行，大家就开麦快，直接去组队。IV 手了啦，走啊 ，IV 手吗？走啊，反正也很久没开 IV 手了。好，我是最近处理到我很不想开它了，因为它火大。嗯，没事啊，没事。IV 手啊，反正观众可以来撞啊。我看到我，哎，你的账号又被封掉了。我 IV 手账号不知道是什么，还是我没有我办空了？就麦快的账号，麦快账号。这个不用办了，游戏而已。就麦快而已啊。哎，你都没上，你都没上过的话，搞不好你被ban呢。我只有开过一次，就一次而已，然后好像也是礼拜三的时候。那这样吧，就看看，你就直接开一般的麦克，直接开一般麦克，然后有他的那个 IP 就可以进去了。对啊，你有 IP 就进去就好了。一点六到一点一，哎，一点一七都可以吧？一点六，不是一点八吗？一点八，一点六了啦。才多少？他们说建议用一点八，最稳的是一点八啦，开一点八就好。嗯，要怎么取消隐藏呢？找不到 1.8 的 OT Fine 算了。啊，我用 1.17。1.1 哦。我贴在 General。1.17可以直接用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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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用好了。老板，我已经没开了。啊，那你们上来跟我讲，我来。好，上了。不对，繁星，哎、欸，阿汪，你 ID 贴过来给我，麦块的 ID， 我
我先开上去看一下，好，忘了。啊，我知道了。啊，知道了。Wolf GD。是吗？我记都不记得了。我不知道啊。是吧？好像是吧。对啊，对啊。好，繁星腰了，还有谁在上面？我在啊。欸、好，团团在。哎、欸，我也在。好。You are permanently banned from this server， 碎啦。你被 ban 了、哦。你也被 ban 了、哦。永 ban 的、欸。为什么？我不知道。那就表示盗账号，然后有人有可能是被盗账号。哎、欸，那我这样还要邀下去吗？进不来，我进不去。可是现在就算扣掉阿旺，我们要玩什么？你不用玩啊，玩那个什么杀手啊什么的。哦，等一下啊，那我继续邀哦。我们剩下一个半小时而已。小雨的 ID。那你们加油，我先下楼。拜拜拜拜拜！今天是水逆日啊！今天是水逆，我们的伙伴一个一个不见。OK OK， 我都邀了吗？还 P 手？看一下，看一下，改一下标题。有，一二三四五个，对，五个。你要说到。说到那个盗账号，那喵哈那个很扯呀，喵哈去玩空岛战争，哎、欸，那个写沙暴，沙暴，就说你有这个资质吧。重点是你知道他还把我的样貌改成一个男性，然后取名叫 AK 四七，男性的 AK 四七，气死我了！你们都在队伍了吗？哦，在啦。好，来看看我们要玩什么。空岛以外的、啊，可以先去，你可以先最擅长的，最擅长的那一个。你说老师说，最擅长的也是可以啦。可是我现在都要有阴谋。可是大，居然，哎、欸，等一下，我们是五个人哦。对啊。对啊。可恶，这样就不能玩双人的。好，等一下哦。我们就玩一个每次几乎最常拿来当开头的东西好了。好，点进去。等下我看一下，为什么我全部都是英文啊？这个我找到了，给我按错了啊！算了，就这个了。啊哦，你说那个传炸弹啊、哦？哎、欸，我刚本来想先按 run， 结果按成 tag， 算了，也可以啦。哇，差不多差不多啦。我现在的名字还在Sleepy Twan 哎，好久以前的那个时候好像是玩床战的时候。改的，然后都还都没改。我们那时候不是大家改那个吗？统一改吗？没有，我是后来好像有被开头啊，我后来是被揪录影，然后这样，哦、然后、哦、对啊，然后之后我好像就没开来这里。单飞，单飞，对啊，是离皮，我等一下再改嘛。哎、欸，传炸弹！哎呦，我第一次玩地图，我没玩过哎、欸，我也没玩过哎、欸，我记得好像有几个跑酷点吧。哪里看是哦？右边有写时间、啊，不是经验条吗？经验条归零也是啊。哦，经验条也是吗？对啊，我都看经验条的。哦，跳不上去。这张图有过啦。我没玩过哎、欸，完全没玩过哎、欸。我要跟着史瑞啊，史瑞克穿女仆装，等一下。史瑞克穿女仆装是什么概念？好恶心哦。那我跟这个兔兔女好了，哎、欸，这兔兔风哦、oh, 欸，你怎么可以打兔兔？小雨啊，我被打了。欸、有啊，我看到你，我刚在楼下就有看到。我站这里，左右门神。哎呀，好久哦！零秒传炸弹，哎、欸，来输啦！我要躲起来了，你们这群坏人。有 Cookie Monster 哎、欸，冲啊！好恐怖！太恐怖了，快打！刚刚杰克在我眼前变成炸弹，反击也在我前面变炸弹。还有我们旁边有其他人。对，没事。我杰克下去了，碎啦！杰克，我们要反击！哇，你们怎么都大家互传互传的、啊？不要跟着我，我在躲，我在躲你们。这个是 QQ 的那只企鹅吧 ？QQ 啊，就是哦、oh, ，What？ 我下去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耶，传到了。哦，刚刚那边一堆人在这边说什么是我耶，然后就堆在我旁边一直跟我，可恶。那小小雨躲在这，我想说你视野也太好，但我没看到你耶。对啊，我躲在这。刚刚我跟繁星还闷着呢。你怎么躲在那里的？怎么我怎么能躲在这里？这里直接走上来而已。我先过吧。楼梯就可以走上来喽。嗯。又过来，又过来。左右门神。对啊，你刚刚繁星又在那边。耶、yeah. 躲起来，你还在那边哦、喔、啊没有啦，我后位置 我死掉了，小雨跟杰克，然后我现在看着你们两个，没关系，我也看着你们两个，我现在看着你们两个哦、喔等一下看到后面有人跑过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们可以看他们两个会不会其中一个变炸弹，还是我要拉远一点他们才会知道在哪边完了哦！杰克自己乖乖走掉，杰克拜拜。反正我找不到了，我就回来了。找不到再回来。韩星也是哎、欸，炸弹。韩星也是。哇，你这边很刺激哦。我已经看到两次我的朋友在我脸前变成炸弹了。好恐怖、哦！这是杰克的位置啊。哎呦，哎呦，你剩下五秒钟，死定了，我死定了，爆炸了，没有，哦不，你们都爆炸了。这时候就要跟观众说，你们如果先杀了小雨，就表示我们要下一场了，我们要直接下一场了，我们要直接下一场哦，你们要这么快结束这一场吗？哎、欸，其实好像可以，反正我们是幽灵。现在一直小雨这边一定。这边一定非常的重，因为一大堆人在看、哦。我肩膀好重哦，等一下跑不动。那怎么你上面有个 G 啊？哦，有人附身在你头上，是不是？然、嗯、后、哦、更多人了，越来越多人了，越来越多头越多人了，完了。那边怎么有两个不是炸弹的人在互打？他们手痒，他们在练。先打一下，先试打一下。人家都有魔剑，他是魔拳。他长。哇，我觉得这个，哎、欸，这个什么 N M O K K， 你们看这个人，他 skin 很屌哎、欸，他是一半脸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他的头是斜的，他是斜的吧，他故意弄斜的，立体的，所以我觉得很屌哎、欸，哦、在那个直角那边，对对对，烦哦，我真的很猛哎、欸，这不是那个吗？芝麻街的，对啊，对啊，芝麻街。其实我后来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一些版本，就是芝麻街就是弄那个什么恐怖流血那种，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我现在看到都会有阴影，就有点像那个艾莎门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像。很可怕哎、欸！刚讲完就被追杀。等一下标题改到一半。没事，我刚刚也改完了。啊，继续看小雨什么时候会变炸弹。嗯，我不知道。你不要讲出来了，等下就变炸弹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哎、欸，没有，是聚在一起的环节啊。在一起了！哇，小雨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哎、啊！你不要回头了，炸了！我没有回头，我是被炸了。不要跳，我记得不要跳，拿炸弹不要跳。对，拿炸弹不能跳。My快！你们两个就一直互传，然后旁边有人在偷看、欸。炸弹就要跳了，我觉得超好笑。他跑啊！哎、啊，妹妹跑下去了。你们两个超好笑哎、欸！哇！结束啦！走了，再见喽！三秒后将传到大厅。你传了吗？我传了。那你直接按下一局，我们应该就一起进去。对，按下一局。好，我按了。来了。哦，这个哦，所以你说是 TNT Run。我们刚好进来是23，所以应该没有观众吧？嗯，不知道。搞不好预判我们的预判啊，是不是？哦，既然已经预判我会现在 run 了吗？那你必须得再猜我下一个游戏。资深喵粉。哎、欸，技能怎么用？右键吗？右键吗？妈？妈？还是键？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丢还是？你可以空白键按两下，或者按两下空白键也可以。哦，直接两下空白。不是有次数限制吗？对吧、啊？有啊有啊。右边。
啊，看你有没有买。真的是该买啊！有我跟你讲，那个 Happy Soul 你画图的小游戏币可以全部转到这里来。有啊，你上次建议我这样子弄啊。对，那你就会买爆哎、欸！哎、欸，这个是坏心眼哦。哦，只要他在，我剩三次了。七七，我也剩三次。我也剩三次了。我剩十次。哦，喵！你要买哦。赌他，他有啊。我剩下来了啦。我等于是十次，可是我死了，我好烂。啊，你都没用到。你十次，好亏哦。因为我只用了三次，然后我就一直被好贵那个跑到面前，然后下去了。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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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还剩几个？剩八个。我刚刚有人在底下一直跳、欸，我刚好看到。他是第一层。哦，没有，他死了。剩七个了。哦，我刚差一个，差一点可以飞上去。哦、所以刚刚在底下跳的就是你哦。啊，对。啊他毕竟有那个嘛，十次嘛。这个跳跃，跳啊跳啊。这个第一层，这好好强哦！还在第一层，还在第一层，还在第一层啊！他跳得很稳诶，你看啊，谁？是海绵宝宝吗？对啊，这第二层，第二哦，第二层。难怪我刚刚想说第一层没人。对啊，哇，看来要掉下去了。欸、他这扭法有点怪诶，有点诡异耶。他很扭诶，这是海绵宝宝吗？他是吧？他只是带了一个。哎、欸，他没吃干净，检举他。啊他丢的什么啊？我觉得好像外面可以买的道具啊，药水，好像加速药水还是什么？哦，资深，他是 TNT Run 的资深玩家。喂喂，哦，这就他真的很扯哎、欸，好扯哎、欸，资深玩家，资深流水哎、欸，是啊，你去报那个他会跑哎、欸，他一定有强迫症。你去玩糖豆人呐、啊，玩这干嘛、啊？去玩糖豆人，要是我糖豆人很多外挂，糖豆人不能这样一直二段跳，这有很多外挂。我想想看，这个遗嘱机连线关闭、啊，我也是哎、欸。啊，那我出去。我进来了，还在 TNT Run 里面。我也在 TNT Run 里面。没事，那等下喵哈再拉一次新的，那我再拉一次。猫哈再拉一次。猫哈。猫哈。猫哈。猫有吗？都进来了。PVP run 哦，所以是要打架的哦。他是脚下会掉落、嗯，可是你手上拿的是剑。哦，那我觉得我们会被打爆了。应该没有那么多观众、哦。哦，好卡，好卡。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观众也是会被打爆。哎对、哦好，而且我觉得搞不好观众还比较温柔一点。没有，你要看你的观众是什么形态。什么形态？我死了。几句话。好战派还是和平派？游戏体验。完了，杰克掉了。游戏到底要干嘛？我被砍死了。我也被砍死了。这位是哦。没有温柔，被砍也被砍死。温柔都是假的。对啊，这个到底是啥头啊？看不出来。你哪一个啊？橘橘黄黄的，橘橘黄黄，在最下面那一层，最下面那个，他直接把我打爆，然后也把喵好打爆。可以开头。我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耶，我的那个指南针没办法传到别人。我也不行耶。有机会，有机会。对啊，就是说开一点，最好开一点八，因为伺服器还是就是怪怪的，最支援一点八。是的，我用一点八，但是不能传。那我你们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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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杀人呢，他就是想杀人。快跑了！我跟你讲，我知道，哎，不是，我这是最后一层了。哎，不是四个人，这里最后一层啊，是你们最后四个。你们进去，剩他了，剩他了，加油！他的剑是附魔的耶，他是埋很高哦。他是附魔的，那我打不赢啊。那我觉得输合情合理了。嗯，那就没事。我跳好高，跳好高，哦，啊，跳回去追杀哎。哦，
好扯哦，这已经是为什么可以玩的游戏啊？好扯哦！他这两段跳怎么可以跳那么顺？对啊，他是有买能力加成哦。是不是两段跳都药水？因为我刚听到那个，对，还有药水。哇！怎么可以把这游戏玩成这样？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游戏。我也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换一个游戏好了。还是换那种没有装备的游戏好了。对对对，换一个那种装备差的啊。没有装备差的，我看一下，这个好了。我怎么出去都会断线啊？我没有嘞。你没事、啊，你连进来就好了。我再一次的，这是什么、oh, ？Building game 哦 ，Building game 吗？没有，这就没有那个。哎、欸，你不怕有人盖那个东西出来被崩塌、啊？我是比较怕有人盖掉。对啊，我因为他哎、欸、对吼，没关系，我、啊、有那个大脸喵他可以遮。我们那我们要先找一下哦。我先找一下。而且那个东西你盖出来被检举会马你的账号会被 ban 哎、欸。对啊。所以最怕我们实况会被 ban 呢。所以你画你那个实况啊，连画图我都不敢玩了呢。是好几个直播台好不好？对、啊。Happy。哎，我怎么看到一个东西？对。鳄鱼。我准备好。Happy 是什么？古典的。飞天猪。飞天猪。这个主题大家容易吧？容易啊。很容易吧？可是我要找一下紫色粘土在哪里。哈啊！没有东西可以脱身哦。好、啊，为什么要盖粉红色的东西啊？我天，看一下那个长什么样子啊？这个，还有几分钟啊？五分钟哎、欸，啊，好快哦！对啊，我看看它长怎样。你说，这样会来不及。哎、欸，哦，白痴，我怎么盖到这么？哎、欸，好烦哦！放方块上去有延迟哎、欸、的声音。天好眼好烦躁、哦啊欸、我好像也有一点 Black Item 竟然对啊、哎、那个方块怎么不能用是在哭是不是哭啊哭啊它主要还是 1.17 的方块啊 1.8 方块我公开笑我什么都还没开始盖就已经剩两分钟剩十分钟嗯对哦我放羊毛更延迟哦没事，有点了。那个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还剩下一分钟。时间好快哦，九点了。嗯，这样吗？这边的翅膀也太难盖了吧！我要快变苍蝇翅膀。这歌好像有点耳熟哎、欸。我都在盖一些不完全目前还跟主题毫无意义的东西。对哦，毫无相关的。我好喜欢这样做，天哪、啊！反正我觉得我盖不完了。它背后长怎样？忘记。盖什么立体？我也是耶，而且我还盖一堆毫无相关的东西。嘿嘿嘿。我盖一个有时代隔阂的东西。时代隔阂的东西，就是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间好快哦。对啊。嘿嘿，嘿嘿嘿，很赞哦！我觉得我们家盖紫色的东西出来，如果不是观众的话，我觉得怪怪的啊！啊，这是什么？他乱盖吧？检举他！乱盖！是这样吗？还是哎、欸，不对，它中间是应该是这样。太像了吧？还有啥？完蛋了！我这是什么比例啦？哭了！欸，我突然觉得这首歌好像大富翁的歌哦。欸，我没有开到音乐，他的音阶盒没有啥印象。嗯，太快了啦，来不及了，我也要来不及了，要修哦。地板门，就这样了。哎、欸，这个没办法这样放哦。嗯，哦，对耶，这个版本还不行。嗯，要怎么办呢、啊？找东西找不到。啊，我已经完美的还原它了。真的吗？哎、欸，
对耶，尽力了，我尽力了，这个不行啊。这里，咦，这哪里啊？装饰。每次玩这种东西，啊，剩一分钟哦，好快哦。每次玩东西，这种东西就不知道自己在来冲战队。可以啦，我盖得很可爱啦。我盖的好歪哦，算了，没办法啦，那个没有对象。我们已经很尽力了。我尽力了，它就长这样。好懒得盖了哦。我觉得它是红色的。对了，还有一个东西要加上啊，不然看起来不太像。围巾吗？三十秒，什么什么围巾？我不懂，我不理解。围巾，围巾人。好了，就这样。我还没对称啊！我的一半而已，我的一半，真的没办法。我没对称，我翅膀也没对称呢、欸，出。草泥马，这个很像 ET 耶、欸。他的脸是怎样、啊？好啦，给你好一点啦。他的脖子好长。满分，满分，满分。哇！满分，满分，满分。Excellent！ 是 Legendary。外国应该一堆问号吧？有观众吧？旁边有一个啊，好可爱 ，Legendary， 好可爱，就歌姬飞起来，啊歌姬啊，还有六个乳头吗？哇塞！这个我知道是什么，宝妮呀，太时代感了吧？我就说这个一定就是一个时代感的东西啊！是烤乳猪是不是？怎么是烤的？换他！这个兴趣我懂，我懂。拿出来烤不行，我只能给你很棒。你要送气球哎，不是翅膀哎，好可爱啊！好可爱，它的设计蛮可爱。Legendary， 这个还、啊、是那个哎、欸，他戴那个那个啊，就是招财的那个啊的帽帽。你说像我家那个吗？不要装，不要被打，好吵哦！这不行，这人给个 OK， 他头是大便头哎、欸，魔人仆哎，那我给他史诗，我给他史诗。那个什么，杰克，你们是空心的。哎呦，哎呦喂啊！怎么可以让他吐？他是流口水，哎、欸，这好可爱哦、喔！哎、欸，这个猪猪很可爱，也是气球、欸哦。完了，我怎么给一堆传奇啊？好我喜欢这个猪猪。我和平共处，我都给传奇。这里好可爱。哎、欸，这个真的很可爱。啊！我还有太懒了吧？好懒哦、喔，这个不行啊。OK OK OK。啊，玩一下玩一下。啊，这个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太那个。你传奇史诗。哦，这是他哎、欸。哦，这个气球很可爱。啊欸、每个都三分之差而已，差不多，都差一点点，很可爱。看下一个游戏，断线。真的耶？为什么？进来了。哎呦，卡了。啊，你们现在有特别想玩什么吗？然后你后面好恶心哦、喔。啊？都可以。每一个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大叔。他进去了，他进去了。我都行啊。好，那就那我就选这个啦。嗯，会被观众虐爆的。好、啊。这个好了。太久没按了，要让我想一下。这什么啊？怎么会出现杀手几率是10%、啊？你为什么10%、啊？哦，没有没有，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他后来说那个还没有人进来的。他后来说那个也是参考啊，假的了，已经变假的了。以前是真的，现在变假的。当然到现在已经没有那个 YT 的那个。对啊。没有 YT 认证。哦，这个地方好怀念哦。我好难。
我是最没用的职业。我啥都无。真的，我等下马上要哎，死去！笑死！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他啊！我死掉了！哎呦，这边怎么有一大堆自己人那个宝宝啊？什么宝宝？宝宝那个波妞宝宝？不是啦，那个叫做啥？波妞。个龙源哦。哦，有哦，有人是用龙源头啊，就杰克之前那个的、啊。哎，哦有哎，我刚好看到，就有人那个头头要跳跃的瞬间，有人把桥给削掉。谁啊？我刚刚看繁星在旁边，繁星还那个，你有看到有谁吗？没有，我在低头。不是，你没看到是谁？我只看到繁星跟旁边另一个人。对，好多龙源哦。有戴帽子的跟整身龙源的、啊，有整身的吗？有啊，蓝色的。好、哦，这个，哎、欸，他下去是不是？好多 dead body 哦。这个是拟人化的龙源吗？拟人化，对吧、啊？所以还要出配信吗？哪里？哦，哎呦，金甲派，一滴带带带的。一集呆呆呆呆呆，我怎么看有人躺在郭府里面，好可怜啊！正在哭，还在熬。啊！怎么是你？是这样子吗？噔噔，这谁啊？繁星跟第一个，繁星不会是你吧？啊、我死了啊！繁星躺了，杰克不会是你啊？我不是啊。哦，你还活着、哦？不是，他说他是啊，就是他。我不是啦，我不是，哦、我真的不 是, 不是、哦，我真的不是。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砍谁啊？啊，怎么一直有人死掉了？不知道砍谁？我都没遇到人呢、欸。你就杀了你以外的人、啊。砍谁？啊，你就看现在剩几个啊？那我就剩下那个白色头发那个比较像而已啊。哎，赢嘞！哎，杰克，你超边缘的、欸，你完全都没碰到人呢、欸。对吧？你完全没碰到人呢。哎、欸，他现在游戏会录影啊。对吧、啊？录影可以录下一些很精彩的片段。好酷哦！我有 replay 耶。是，他没有，他没有更新地图就对，太棒了吧。对，我要选地图好了。就没有什么好玩。啊，地图我都没印象名字，这是什么？乱选一个。嗯嗯，杰克进来了。这样，这杀手22%，那个，对啊，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22%，对啊，我19%，侦探28%，侦探33%，哇，太高了吧！跳跳跳，啪噜噜噜噜噜噜，啪噜噜噜。对、欸、这张地图是不是就是可以跳下去那个地方了？忘了，好像是。你说有图书馆那个吗？那是图书馆啊，就有一个深渊洞可以跳进去的那个。你是说中介祭坛那个吗？哎、欸，对，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像卖场，有卖冰淇淋那个，有印象。Yeah! 有一二层楼的。对，有一二层楼，有印象啊。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刚回头看一下窗户。啊好孤单哦，这边只有我一个。这个 T O T W 啊，不是晨晨吗 ？T O T W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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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好好玩，这是什么？双杀手吗？双杀手啊！没有双杀手了，我还当不到。对啊，好无趣哦！真的，又笑无聊。给我钱！我要去买冰淇淋。给我钱！我要有弓箭。冰淇淋！钱钱，我的钱钱。哦，隐形系啦！对啊。有啊，那个警报僵尸。僵尸如果追出来，就代表他有鬼。给我钱钱钱。我的钱钱钱，哎、欸，有熊猫哎、欸，对啊，我有看到。
只有一块钱，哎、欸，我看到前面有一块。这里只有一块钱。这个可以拿吗？这个一块钱，假的一块。给我钱钱钱。我有冰淇淋。我的钱钱钱。哎、欸，他把我钱抢走，这熊猫一个。我的钱钱钱。才两块，好穷哦。我还一块啊。有了，我两块了，我可以去买冰淇淋了。我好穷。Oh yeah, 冰淇淋。冰淇淋。有了有了，我有魔力冰淇淋了。冰淇淋可以干嘛？随机的那个效果啊。对啊，随机效果。冰淇淋。阿秀被太郎吗？这个是犬夜叉吗？魔力太郎。有人是犬夜叉、欸。啊、这个又关起来了、啊。哪个又关起来了？这个啊，僵尸这个。我被弹。那一阵子就会关了。会被弹的、欸，好好玩哦。怎么会被弹？你说靠近僵尸？会啊，他会弹着。一群无聊的平民，你说，你说进去了，睡啦，喵哈，你这是射手对不对？我不是啊。怎样？你被关起来了？你死了？为什么 ？You left the player area。哦，我离开了那个玩家的空间。哎、欸，我死在空中、欸，哎，太白痴了。对啊。应该说那边是禁止区域吧，没有开门的禁止区域。哎、欸，所以我一直在空中。说他追出来，他追出来了，追出来 了, 出來了。你们之中有鬼，这边有鬼啊！他刚是追四块钱，是不是你呀、啊？鬼呀、啊！不是，有人开杀了，是、啊、不是？没有啦，我射的啦，我射的啦。没有，我不是，我不是，我捡弓，我捡弓。啊，为什么那边死一个？所以那个是捡繁星射的、啊，繁星射的、啊。因为刚刚我看到他是追一个粉红色的人，我就射他了、啊。嗯。哦、，sorry， 他搞不好我心里在想说，耶，我被繁星大大杀到了，他搞得很开心。警察出来啊，都不出来做事。他说不用做事，你们就一个一个死掉，有没有？所以刚刚没有，刚没有，他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关起来的，来不及。对对，然后他就他显示我说你离开了玩家的空间，又是啊，什么？是吗？哦、对，杀手是谁啊？他杀人好少、哦。对啊。那就不是两个杀手吗？对啊，啊，两个杀手还鬼吗？两个杀手都没在砍人。哦，该工作了啦。等一下，这个人很害怕，怕怕，怕怕。还是你看那个 T O T W。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小雨，小雨，过来这里！小雨，小雨，再往前，往前，那个楼梯不对，不对，后退，楼梯，往楼梯，往楼梯里面，不是下，不要下去，上来，上来。好。然后，对对，玻璃这边，你看有，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藏在这里？没有啊。哦，晨晨啦，他挡在那边啊、哦，他旋转跳进过去的。哦。车哎、欸。哦，你说后面这边哦。啊，又死了。没有，他从旁边一个那个紫色的头的，史莱姆头的。紫色史莱姆 ，Black Apple， 可是我刚刚一直在演，是不是？好屌、哦！不过剩30秒而已啦，没差了。没差，他砍不完了。小雨，我们在这边，我可以开两次门。好。你钱那么多、哦。我也可以开一次，我也可以开一次。我有九块啊。你就来啊！我有守卫大哥，没办法。还有喵哈的尸体。对。喂、欸，守卫大哥。狂按猛按，耶！他是别的杀人，对啊，怎么那个杀手是 Black Apple 跟亚优拼什么的？亚优他那个死了，所以亚优拼他自己死掉了，所以难怪杀那么慢。可是也太慢了吧？这种游戏不就跳到人就杀吗？对啊，那才可以很快下一局啊！完全不演的，就直接砍啊，还在那边开玩笑。然后结果轮到我的时候，我还在那边演，抓到就你在演，别死很慢，就熊猫捅人，熊猫捅人，哭啦！哎呦，好，哇，这全身粉色，死亡芭比粉的，身上是一只兔子哎、欸，真的啊？他我刚刚以为他是一只猫在身上哎、欸。哎、欸，这次团团没有说很无聊、欸、啊！好无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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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机啊，他有聊，杀手有人死了，怎么有一个杀手死了？啊，二分之一啊，这个不是
哎、啊，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杀手死了？对啊，为什么你知道有个杀手死掉？因为刚刚不是我那个吗？在 T 那边有显示，他写就是有一个杀手、哦。有哎、欸，有哎。团团啊！对了，芭比 girl， 真的没有，我真的忘记了，说很无聊哎、欸。对嘞对嘞对。那成两个字可以打错，厉害厉害。两个都打错。哎、欸，为什么这场有点卡？啊、有一点，有一点。这场比较卡。会是你吧？哎、欸，我怎么看？我看到熊猫团团，我应该是来不及了。熊猫团团来了，熊猫团团。看到死神了，超卡的哎、欸，完了。对啊，我最不。所以大家都很卡，对不对？很卡，今天水逆啦，玩 Happy Soul 也出问题。今天玩什么都不行哎、欸，真的。今天连线都乖乖。哎呦，团团好狠、欸、哇！耶、欸，这是诱饵，这是诱饵。外前锋三人，哇！没有，我看到前锋，前锋已经拉弓了，我相信后面一定有。快的，诱饵之术。哇，诱饵之术。哎哎哎，今天死掉这场死掉的全部都是我杀的，因为第一个直接，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的，你的队友直接就过完了，没错的、啊。这个是礼包，今天怎么长这样？那个有那个有一些是夏日礼包，夏日礼包游乐园，这是橄榄、欸。你们刚刚讲到死亡那个什么芭比，我就每次都会想到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讲到芭比死亡，对，只要讲到死亡芭比粉这个字，我就会想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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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哎，你每段就这样了。对啊，我只记得。哦哦哦。哈这首歌应该也超老了，是六个灯，超老的、啊，有二十年了吧？啊，请问，好好，你又无聊了是不是？好无聊，无聊了，感染哦，这是感染模式哦，感染啊，感染，你应该一下就不无聊了吧？哦哦哦，要先看你附近有没有妈妈，妈妈，你要去找妈妈，妈妈，哎、欸，喵哈，你看后面那个是犬夜叉哎、欸。他是为什么有铁甲衣啊？啊，他就是怕人家用那个啊木材的服装。犬夜叉是坏人。犬夜叉啦！团团啊！团团，犬夜叉刚刚在演呐、啊。犬夜叉，我不知道犬夜叉是哦。我好想玩游戏、喔。没事啦，我现在也是。哦，他说那个死亡芭比粉前面是猫，后面是兔子啊。哦。他趁加入了。小雨加入了没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来呀、啊、来呀、啊！屁啦！你怎么没追过去？我看到你啦！骗子！你怎么可能看得到我？耳朵要聋了！完了，我这边有五个人，然后其实剩一个人在外面，是不是打不赢了？他在车站等人呐、啊！他在等人。失速失速列车，失速列车，真的是失速列车，我还是跳车。那、啊、你是不是在岩浆附近啊，杰克？很多人都在这里啊，全部都在这里呀、啊哦！你们是奇怪战线哎、欸嗯，奇怪战线，他们在岩浆战线那边啊，真的是很过分。来了，那是不是有人要跳了、啊？哎、欸，那哎、欸，岩浆的话可以去拆房间，对不对？啊，可是我们死掉就没了吗？没有啊，还重来、啊，会重来啊！哦，不会啊，是他们不会、啊。我来选中间。哎，我是吗？是中间吗？没有爱的树、啊啊。不是中间，不是中间。可是有人选完之后就不一样了。完了，死定了。五秒重生，我们可以捡十块钱用飞笔。对对对对对，我正要了，我正要了。杰克，杰克加入我们，来
吧？中了！你让我挡掉飞机手，你完蛋了！我要射死你！死了！他好打到掉掉的岩浆没人了。哎、欸，我跟喵结束了。为什么我跟喵他是最瞎幸存者啊？我这边感染了三个人。最佳幸存者，招死者是最佳幸存者。哇，你哦，你死最久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哦。不知道，好难过，再来一个。那撞车刚真的超大声的，我都颤抖。我再也不要相信团团看什么回头看犬夜叉。不是啊，刚刚真的是看到那是犬夜叉，哎、欸，犬夜叉耶，然后就哇，不啦不啦。而且他刚刚杀完你之后没有马上杀我，他还想么演，然后是听到我发现他还杀我。Computer。Computer。就我们很自动的在这里拍，那不知道没有人，然后没有人要过来，好像来每次来这个地方都是这样，都会先跑在镜头前面，对吧？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抬头之后会有脸，那个很恐怖哎、欸，你说下巴下巴有个脸吗？对啊，我觉得很可怕哎、欸。那个真的很蛮……我抖音上面不是那个下巴写个 L O V E 吗？看我，对、啊，然后几个双下巴出来，好恐怖哦！好吧，我跑跑，快跑、啊！哎、欸，母体的话是什么时候会显形啊？应该现在，他右边已经写那个，嗯啊，所以现在 Tape 看不到 ID 就对了。Tape、哦、有啊，现在 Tape 只看得到母体，但是哦，那看不到母体吧？母体不是被打第一下才会看到？可是我现在看到，可是我刚按 Tape 看不到犬夜叉，他被感染了。哦、可是 Tape 两个啊，怎么感染者四？三个啦，变三个，变三个了。母体显形了，对啊，下面有写母体 Sky Demo 显形了。哦，所以现在是四个了。对，还有一个母体还没现形，有两个啊，有两个母体，有两个母体哦。哇，你这个是两个是不是？好扯 ，double 母体 ，double 母体，对不起啦，我原来有弓哦，有啊、一直都有弓啊，对不起啊，我都死太早了，我不清楚啦。小雨沦陷了，快跑！不。我在下面等着你下来，可是啦，要爆啦！李昂，快跑啊！李昂，下来。嗯，有没有人啊？下来有没有人啊？不啊，母体就死了，谁啦？母体被炸死了，是不是？被炸死了。哦，我的天，我的天哪！这个母体哦，完蛋啦！安享晚年就好了。找喵哈，找喵哈。喵哈！喵哈！喵喵喵！害怕！你在哪里？哎、欸，这个上面有一个，来，他下来了，他下来了。完了，我对幸存者过敏。我刚刚看到有人从我面前经过两次，我好害怕。喵哈！在哪？这个垃圾桶有一个。你躲在哪？对，是喵哈了。两分钟哎、欸。哇！时间到了。你刚刚讲垃圾桶有一个是我在垃圾桶后面，哦、我一直看着你们一群人在追晨晨飘下来，直接抓掉。玩刺客，刺客不是刺客，刺客会有一个刺客名单，你要刺客哦哦哦，然后大家的是随机的啊。我看我长什么样，我是谁？哎呀，我是杰克，是蓝色，蓝色也没啊。我是红色的，啊、我是紫色的没啊。我是帽 T 杰克。哎、欸，我还是条纹呢。哎呦，所以，这是小雨。我是紫白。这一个吧，这一个。对对对，啊，杰克。不是不是，这是我，这是我，不是我，这是我。旁边左边这个这个。哦，对对对，我是粉红色的，绿色。你是粉。哦，就是小恐龙那个、哦、啊，苦力怕吗？哪一个？哦，小恐龙，苦力怕吗？绿色小恐龙，绿色小恐龙，这是苦力怕吧？你是彩虹娃娃的吗？他背后有一个、啊、彩虹娃娃的、啊對啊，彩虹挂粉红苦力怕你啊，粉发啦，这样讲，粉红色的头发，
请勿与他人联手。还没有开始。好，他说的。哦，谁啊？我要去杀云月。杀云月？换了。等一下，云月的那个。哎，等一下，心跳声是不是我的那个？心跳声是你要被杀了。哦，好，云月。云月在哪里？云月在哪里？是谁啦？哎，我可以反杀，对不对？可以可以。哇！啊！哎，哦，死了，死掉了。我倒没事啦，你知道我第一个的说说要杀人，不要是你。这个好扯哦。是我被杀了。这个妹妹啊，杀四方。妹妹很狂哎、欸，这个紫妹妹。那个红妹妹啦。哦，是红妹妹、啊。红妹妹是我啦。哦、红妹妹是你哦。可是我只有杀一个人而已。是我啊，那你是云月啊？我不是云月啊，因为我是你看错妹妹了吧？那有一个红色的 Alex 妹妹啊 ，Alex 是喵哈下楼的这个吗？露肩的那个是喵哈，我是露肩的，喵哈露肩啦。我刚刚目标是你耶，哎，是还是我刚被另外的？另外一个，因为我只有杀到一个云月，哦，哇，无情无情，无情。无情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我们被那个死亡芭比粉杀光了、欸。You are Barbie girl, you are Barbie girl。我现在都陨月了。我是谁啊？我现在是。哦、你真的好陨月哦！我现在是紫口罩男。我是露肩条妹妹。啊、不是紫啊，橘啊，我紫橘不分啊，橘口罩男。空调啦，要换了一个颜色的跳舞妹妹。怎么一堆妹妹啊，妖叔哦，杀起来了，被造啊、哦！怎么有只马啦、啊？我要杀马是不是啊？怎么有马？对啊，怎么有马、啊？怎么有马？我好难过。哎、欸，屁啦！我明明刚刚就杀到了，他那个延迟哦。谁？找一下那是谁？初音。哎、欸，小小雨是那个哎、欸。啊！我是露肩妹妹，你看起来很像智障女生啊！这个是蓝色吧？哎、欸，没礼貌！没有，没有，二 P 色，你的对对二 P 色，P 色啊！那你会进化水月？我不会、欸，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当不是进化水，是进化水月吗？哎、欸，是进化水月，还是花鸟风月还是什么？花鸟风月吧？花鸟风月吗？我忘记了那叫什么。哦花鸟风月，我反正我只记得茶包而已。对，好烦呢、喔。哦，你刚刚是被杰克杀掉，被我杀的。杰克现在好安逸哦、喔。我想要走人、啊，我找不到人、啊。他们都在那个王座前面。来了。不知道哎，谁、欸、是前面那个吗？不是啦。哦，白星讲对了，花鸟风月啦。镜花水月是什么？镜花水月是蓝染的招了、這個。对，蓝染的招是。对，万劫。万劫。哎、欸，我变阿奎亚了。蓝染死神啊。个死神。哦。等一下，我没看死神，但是我居然知道他的招式。没有，这也是一个成语、啊，是一个成语啊。哦，是哦。对。哦、oh, ，我是刚刚的杰克。人太近了，前面就是刺客，真的是太衰了。所以这是杰克哦，不是啦，每一局不一样啊。喂！耶！这下怎么强？深入我是什么东西啊？哦，还有虫子。咩咩咩咩咩咩，这个吗？哎、欸，砍错人，是他。砍错人会怎样啊？啊，我输了。刀子被收走，五秒会被收走，然后缓五秒的。可恶，我砍错人了，听到心跳。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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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了拜了拜。嗯，这只，这只，你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竟然想要弄我！黄雀啊，黄雀啊！哇，被黄了！我的小雨、啊、猎物没有要打他，打我！没有，他要猎杀你啊？对啊。
很想打我啊死啦搞不好他根本不是要打你的有没有我找不到耶、欸、我跑一百年了都没看到我的猎物真的现在剩四个人你也是活很久、欸、其中两个人你可以杀你是夸父耶、欸、哇这游戏也是黄雀联盟啊、哦、哎呦哎呦哎、欸，其中一个你只要看到人就可以杀了，是三个。我要啊！啊！我只杀了一个，我都在发呆。你杀了一个，可是你赢了。哎，真的！我在火焰之中。好了，进来了。哦哦，真的有一个越来越像那个了，阿库亚了。哎、欸，我在外面应该都会牵进去吧。你还在外面？我刚断了，要等下一局了。我要等下一局，没有事，没关系，应该很快。没事没事没事。我要杀陨月，怎么又是陨月？哎、欸，我有看到他在楼梯间，你去看楼梯的陨月。怎么都是熟面孔，好恐怖哦！我都看到刚刚死了呢。感觉是这几个哎、欸，不是啊，我是这几个 skin 在，我是说这些观众，都死过的观众，嗨。啊！又插错人啦！哎、欸，我又砍错人了、欸，不是这个吗？这个人疯狂靠近呢、欸，疯狂靠近。嗯，哇！我的对象被砍了。你的对象？欸、哇！找对象，守寡。我要砍的那个。下一个会更好。哭啊！我的 MAA。选一个。你好边缘哦！对啊，我每次都找不到人哦。他们在王位那边蛮多人，王位很多人啊。啊、哦、啊、哦、Ring。哎哎呜哇呜哇哦！好，妹子就是你了。没打死。啊，签错人。你哦。哦哦哦哦！又回太慢了。哎，不是你。咦咦咦！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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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伏击！你觉得黑色那个是团团哦？哎呦！哎，都死掉了，那我们直接可以跳出去换。对，你可以去下一局。喂，我们来换一个吧。嗯。换什么耶？老实说。好。可以啊。老叔叔，是哪一个？呱！哇！等你们耶！哇、哦，这只鸭子哭得太可怜了，还是鸡？我看，我看，我看，那只啊！哦，我的天哪、啊！你的眼睛是怎样？ Oh, 哎呦喂呀！哪个？哦，乌鸦，太难过了，好可爱啊！可是你想一下，他把眼泪擦掉，其实眼睛哈、啊，你动了，你动了，你动了，叫你不要动。啊！跳下去，跳下去！哎、欸，放歪了，放歪了，喵的头，气死！啊！给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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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怎么很好笑哎、欸？看到你，然后他突然就安静，超好笑。耶！哈？铁靴？啊，放错了，白痴啊！这好难。这好像有最快的吃法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哎、欸，不会吃的。啊，完了！我怎么还没满？有满？我怎么还没满？对。是要假霸吗？好像是要所有东西都要吃过。鹅卵石，这卵石会慢慢变少。啊啊啊！耶、啊！哎呀呀呀呀呀！
什么？赢什么？啊！赢是我哪知道 ？Damage 是这。随便啦！啊，得错啦！你们吃什么？啊，这应该是伤害是不是？伤害吗？只有 fire 完成了。我不知道，我只看到 damage 啊。不要！哎呀哎呀哎呀！我很疼我。啊！我要下去。我做，我不会啊。哎呀！想的都一样，可恶！别按的，小别按的。我刚才要抢，我没抢到。我也没抢到。抢别人的吗？自己抢自己的。可恶！可恶！笑。大家都想抢啊，都没抢到。抢到很爽哎。没抢到。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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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下，一直跳就好，一直跳就好。哦，我不小心动到了。来来来来来，我点我点我点点点我点点点点点点点。收一个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一直点反而我收不到哎。我看就一直点，然后就不见了。哎，来了。哦哟。好凶！哎，拍死拍死拍死！终于没有点歪了。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打龙蛋，打龙蛋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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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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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蛋。打走了，头，中头，撑住了。耶耶耶耶耶！吃猪肉啊！吃猪肉了，鸭巴了，鸭的。必须什么？钓鱼，钓鱼，钓鱼竿。右下角有一个范例。对，有了，有了，有了。Leap Twan，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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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啊？就直接点、这个、点他就好，直接点他就好。哦，他是点他而已哦。怎么我要喝虚弱哎、欸？啊啊啊！要僵尸了！跳哇跳，跳哇跳，来来来，跳哇跳哇跳哇！哎呦，哎呦，哎呦呀，哎呦啊，又死了！没事啊，没人追我。哎呦，他对不起啊，不要啊！买啦！哎，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啊，捡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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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猫，捡养猫。啊，这个是大家不同场，对，没看到大人哎、欸，没看到大家哎、欸。不过是你这么捡呢、欸？喂！哎、欸，他这任务很贱呢、欸。对啊。没有，因为 我一直都靠最边边，结果他会把你拉到中间来。哈哈哈！喂！哇！好假哦，我原本第一哎、欸，可恶！哇！太扯了。半年第三呢、欸，够了够了够了，也是不错了啦，可以啦，这真的很难呢、欸。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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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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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播音乐，完蛋哦！哎、欸，你有出到事情吗？帮你挡箭。我怎么觉得箭不见啊？哦，那我也觉得箭啊，就是他不能只按一下下而已。我在点头回应你。啊！鹅卵石，鹅卵石。熊熊，企鹅熊熊。哎、欸。啊！把别人的水装走。啊！中介啊，白痴啊！杰克跑到哪里了？我跑去地狱啊！不是，我的地狱就在隔壁，我想往旁边跳一下就好了。我就上门，然后直接跳。哪一个？蛋蛋嘞！蛋蛋嘞！蛋蛋蛋蛋！我刚刚踩在我脚下哎、欸！蛋蛋！啊，不到！哦，好难哦！吃这个啦！蛋蛋，
那吃超久耶，是怎样？太难了吧，我根本没在动感觉。博士怎么有人换位置啦？这是我的车，刚有人换位置啦。别被 TNT 炸死。哈哈，要死了！要死了！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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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奶奶，你花我的光了！奶奶在哪里？我看不到。奶奶在手机里。哇，我们现在都没了。哇，都九分，八分。我刚进房子，只看到一堆人啊！一坨人呢、啊。我们要代替奶奶收包裹。我记得那个奶奶。太恐怖。我们来玩逗宝猫。怎么逗猫猫？宝宝，我猫猫哦，逗猫猫。哎，它有分 NPC 跟逗 NPC 是什么啊？会移动的那个吧？啊，好久没玩那个。好，那玩那个啊。对呀、啊。还要解任务对不对？我记得。对，还要解任务。反正那时候刚出的时候还蛮好玩的，可是蛮好玩。哦，他应该是没什么更新吧？对啊，都没更新啊。嗨，晨晨。可是我们遇到很熟这个人，就会马上被看出来，直接被识破啊。后面不玩，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吧，就是太容易被识破了，对吧、啊？太容易被识破不好玩。啦啦啦啦啦啦！完蛋了！你们在哪里？不是我看到的人物全部都是。史蒂夫啊？啊，没有啊，我看到也都是史蒂夫哎、欸，几乎。我看很正常哎、欸，大部分都史蒂夫哎、欸。哦，有很多 Alex。这是假，是每个人看到不太一样。哎、欸，问一下，鬼是砍死几次会那个啊？四次，哎、欸，五次就死掉了吗？嗯，是哦。你的你的你的太明显了，你要低头。我明明就平视，我都要低头。哇，你怎么厉害啊？没有啊，因为我听到没有，因为我刚刚听到那个村民在哼哼哼的声音。好难哦，我看不出来哎。你、欸、也是鬼啊？我们都是鬼啊。你按 tab 啊，你按 tab。哦，因为我也是鬼啊。我不是鬼啊，而且我是躲藏者，而且你要在鬼面前解任务的话，就会看到那个粒子效果。像杰克、欸，哎，还有晨晨也是。对。呐呐呐呐呐呐，你在哪、啊，杰克？躲起来了。哦，是你。不，我先去标记他，你给我过来。都是你。啊，看你跑哪去了啊！我卡这个看看，这个 NPC 真的很像人哎、欸哦。对啊，超像的、啊，很烦啊。我要做记号，他不是。哎呦，他变可疑了。假的！老干哥，怎么了？怎么变的？被抓到了！老干哥都笑啊！我听到有想要做任务，有叽叽猪猪的声音哦。我好像解掉了，想做任务就被抓了。我好像解掉了，没事没事。哦、oh, ，剩下一个 Sandy ，剩一个 Sandy， 这个仰望天空真的很像。嗯，看他在哪。好好笑，在哪里呀、啊？找不到人在哪里、啊。我已经变成鬼魂了，我还找不到我的伙伴在哪。我看不出来、欸。这个不知道怎么看哎、欸，剩下这个真的很会、欸。哎、欸，真的哪？我连用传的都没看到在哪。人类观察日记。剩一个吗？让我标记，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人类方剩一个。对啊，那一个不知道跑去哪了、啊，找不到。嗯，然后、嗯、他也不解任务啊。哦，他有，他有在解任务好不好？他有在解。他有，他好猛哦。好强哦。他 skin 看起来像氪金，你知道吗？哇！这么看到他哎、欸，真的，哇，好恐怖！他完成一个了哎、欸，这一个任务，这一个任务，
他是躲猫猫大师哎、欸，好强哦，大师哎、欸，这不是啊，这是骨雕，好强哦，啊，怎么看我？你在干嘛？看我在躲啊。你在躲？就你，就你，我抓到！哦、哇，都你抓的哎、欸！全你杀，太猛了吧！太可怕了！完全看不懂怎么玩哎、欸！他刚换，然后我刚刚想说，我就故意躲起来，然后就看那边解哎。哎、欸，我断了。是一个，就是那个柔道的那种。我断了，我断了。哎、欸，那个喵号再按一次，再按一次。哎、欸，对，再按一次，再按一次什么？那个我刚断掉，我刚断掉。哦，好好好，不要我，你可我现在出去没办法拉。哇完了，我等下不能当鬼了。呜呜呜！我现在是时尚女孩，我很时尚吗？时尚，时尚，时尚最时尚。哦，出来了，出来了。对，他是一半的鬼，一半的 NPC 耶。哦。他之前不是这样，之前对啊，我记得少。耳猫耳死的、欸，好可爱哦，那个猫耳死。哪里？他肚子那边火烈鬼、哦，好长哦。好强！他长大了，你觉得可以？我怎么还是啊？哦，我觉得他可以，可以举。鬼了，我是鬼。哎、欸，完蛋了，我是人，可是我看不懂这地图啊。太多了吧？这确实超多哎、欸。这是要怎么抓呢？怎么抓？太多了。啊！已经完成了啦，白痴哦、喔！他们已经完成了啦。这个任务点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乱砍人了。你只有五条命哦、喔。不要乱砍啦！我要被砍到了哦。好难哦、喔，我完全看不懂要往哪走才对啦。對啊、怎么躲在这啊？这个是真的哎、欸。啥、啊？哦，这关我印象了。这关吗？我没有玩过。他们又完成了，他们太强了吧？到底是什么？他们才是鬼吧？我一直在散步，你知道吗？这也是叫我的天！哦哦哦哦哦哦！我没扣血就是真人吗？对你没有扣血就是。哈，那我刚好需要打对耶，可是我走了。你刚刚打对我啊，我跑掉了。哦，是哦。我刚看到你打他。哦、啊，好烦哦，好酷哦。啊，这个、哦、这个站在那边几百年。这是什么烂闪现？这是什么闪现？然后连续经过小雨跟团团，我心里好紧张、哦。没事，我看不出来哦。我也看不出來。可是你会乱挥啊！是也是没错，我怕你看不出，我怕你挥我。我好像也是哦。哦哦哦哦哦！嗯。啊，你刚不是啊，不是。自己转，我自己散步的头好晕哦。不是啊，来了，要跟别人对话超难啊！对话什么对话？我帮你。不用了，不用了，谢了，谢了。在哪里呀、啊？哇塞，哦、好强哦！欸、好扯哦，我一个人点。啊我一个人解了三个任务啊！其他在干嘛？我够了。其实现在是你一个人直接一直，其实现在就剩下你跟一个女生而已。啊？怎么剩我？我被耳邦二世抓到了。你被耳邦二抓到了，剩一个了。剩我啊！哎、欸，那个 girl 不是吗？没有啊，剩他写写人剩一个啊。哦哦哦，对耶。哦。啊！到底是谁啊？对啊。不会是你吧？哎，我点了三个，好猛哦！哎，
看我开场随便乱打，打四下打了三个真人哎、欸，你好夸张哦！然后全部都跑走了。你知道你打了一个他那个人，从一开场就站在那个红区台上，我就想说他什么时候才要被人打？在外面。好，我们来玩另外一个躲猫猫。这是啥？农场吗？猫猫哦那我等一下躲完之后，我要缩在角落，那个视角不能乱看，不然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哪。他不是方向都固定的吗？啊，没有啦，我是说我们看的那个啊。我怎么是鬼？我跟你是人。完蛋，这要怎么弄？部分的道具是有人放。哦，是这个哦。哦，完蛋了。超难哎、欸，这个要怎么玩？啊，怎么鬼只有我？哎、欸，哦哦，原来他是写的人。是一个鬼的那个。哦，原来我是那个道具，我还以为我是鬼。我小一看也知道我在这，我就看到一个很像老鼠的东西跑出来，你知道吗？很像老鼠尾巴，老鼠，老鼠，老鼠。所以你们一定都是工具吗？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方块，有可能是方块哦，可以自己选。哦，可以变方块啊、哦？可是方块会站在那边就不能动。哦，所以我刚刚看到你变那铲子，那铲子的。握把地方很像老鼠尾巴，我想说，哎、欸，为什么跳不起来啊？我看到工具台，一楼，完了。小雨是不是你？不是我。哎、欸，你是小一号的工具台、欸，好可爱哦、喔。我是小小的工具台。不是，真的不是啦，我手的不要了、欸。快打工具台，打工具台。不是啦，不是啦，是啦，是啦，是啦。不是我啦。我好恐怖、喔。我刚直接在繁星面前截图变成直接变小号的工具台不是这样哦、喔、找到了这是谁啊杰克没死嘞、欸、我死了、啊再来这个心跳砰砰跳的你这个抚摸台、yeah. 太快了吧我这附近有人可是不知道是我这里也有，哦、有哎、欸，太快了啦！啊、砰砰砰砰砰砰，不知道在上面吗？不是那个啊，那个啊，这里吗？这个、啊、这个这里啦，这里啊是啊，抓到了，两点，它是一个小工具。我这里有人，我们一定要砰砰声哎、欸！哦有，有砰砰声就这里了，那就剩下他啦，剩杰克那边的啦。哎、欸、对，杰克在哪里、啊？我们在角胶哦，这个吗？这个、嗯、工具，哦耶！这个好难、哦。鬼获胜，从头到尾其实一开始只有一个鬼嘞。对啊，好难哦。他这个心跳声太大声了。对啊，很明显哎。那我觉得那个当 NPC 比较好玩。嗯，这好难啊。那真的。叭叭叭叭叭，这只要你靠近，然后一直砰砰砰砰砰砰就好了。就乱回。对啊，到处回。就变成搞到最后要变成那个啦，是六鬼。地图是不是一直都只有这个？对啊，他好像出了一个就没在。啊，我要怎么变身？右键吗？右键是换道具啊，左键是你会变一个方块立在那边。左键不是那个吗？我看他下面有写说左键可以击晕什么哎、欸。对啊，我是击晕什么的。对啊，是不是、欸？哦，那还是右键是变一个方块，忘记了。没有啊！哇、哦，它伪装成方块大概只十秒而已耶，十五秒吧，他说我记得好像十五秒。我刚就是直接显形啊！我跟着鬼一起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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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其实如果跑得好的话，感觉可以遛鬼遛很久哎、欸，遛一段、嗯、哦，是可以的。这是谁啊？啊，这个在扭头啊，没有你该扭啊，你没扭我不会发现哦。我刚变成东西而已。好难，把自己藏起来了。
喵哈！不要啦！不要啦！喵哈跑走了，跑去哪里啦？跑到另外一个鬼旁边了，好惨呢、啊！不要停止我的奔跑了！哎、欸，那个铁线走开啦！我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不知道在哪里。快在楼上。This one, this one, or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这也太多鬼了吧 ！This one, yeah, yeah, this one。还是更上去吗？还是再更上去吗？哎呦，他跑了，他跑了，一把剑。不要啦，不要啦。我来过来，好好的。先不要跑到这里来啦！有一把金色斧头，金色斧头，金色斧头。他一把剑带了一群人来啊！对不起啦，是我啦。替身使者会互相吸引，就是这样子。对，就是太难过了。出来了，出来了。看一下另外一个。好的 Roy 那个哦霸凌鬼吗哦这个是那个可以拉屎的那个吗 对可以拉屎的那个就是霸凌鬼有的那个吗对来问可以哦对啊那个心跳声太夸张了太容易走了啦蹦蹦哦不变身吧小可以拉屎哦，结果是变这个。我是猎人。哦。咕咕咕，咕咕。啊，记得那棵树很强嘞、欸，忘记怎么上去了。对，我记得这边有个很强的点。路上都很就很可以跳树就很猛了。我跟一堆猎人在抱怨啊，我怎么又他妈又是猎人？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烂猎人？这游戏不需要猎人，猎人是最烂的设计。对、啊，那我们从头到尾只当一个会拉屎的动物。有掉下来的，那个猫猫跑走了。哎，挑衅是减少时间，对不对？减少时间，先赚一些货币吧，是赚钱的、啊，赚分数吧，不是很。有人在射我是不是啊？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左键消耗很快，一点半。我要把所有的嘲讽都用完。哦、你大便呢、欸？因为我旁边是喵哈、欸。他现在动物会自己伸回来、欸。你要怎么知道是我？你刚嘲讽的时候有显示一下 ID 耶、欸。哦。我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又安全又危险，又安全又危险。耶、yeah! ！放完了。接过，接过。我也放完了，一个都没砍，死完了。哇，有人在那边挑战猎人，感谢会员，感谢前锋跟陈的会员。哦，看到你了，这个猫，过来，这个猫，砍不到他，是在哭是不是？射击猎人，哎呦，砍死一个了，砍死一个了！好了，动物要少一半了。对，完了 ，Go Go Go！ 所以团团是只鸡 ，Go Go Go！ 就这楼上一定怪怪的，我去看看。心，我们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等下就死了，等下就死了，等下就死了。我刚刚听到有人的脚步声，脚步声，耶！不，
好了，我要来杀人了。完了，抓不完了。杀动物，杀动物。吹波呢？完了。我这边视野极佳哎。哎，你们这边射箭呢、欸？是你吗？嗯，箭不是有次数吗、欸？有啊，有啊。在哪里啊？五根。哦哦，你说箭矢？箭了，对啊。哦，我以为是有人射箭射下去。我以为说我们的木箭。不是啊，不是，一般的箭矢。指标绵绵羊。动物在哪里呀、啊？动物。好吵、哦，听到。动物。我有一只在跑哎、欸。砍他！砍他！哦，也是很多、啊。这个很会耶、欸。会。在那。这游戏还有多久啊？上面啊，一分十秒。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十秒。好、哦，有时候看不见，它闪一下。那一分十秒还很久。对，是像我跟杰克挂了，还有繁星还在。我还没挂，还没挂。哦，我跟繁星跟这里有七。啊，所以只剩哎、欸，我们剩下三个人，是我们剩我们三个、啊。好猛哦！好扯。在哪不见了？快跑，快跑！是跑的鸡。哦。啊！奇怪了，去哪里？好了。好了。走了。好、啊，我看到了鸡。啊！为什么是追我啊？哎，团团。抓到鸡了，抓到了。可恶！哇！剩下一个了。正繁星，正繁星，繁星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你在哪里？在哪里？我找不到你。怎么有猪在行进啊？他知道有些动物也会，他也会那个动物，你可以跟在他的下面。哇！耶！太猛了啦！刚刚瞄他躲一期。我们刚刚躲的地方，最后只有一个人找到我们那个地方。哦，真假？对啊，看到你了。看最后要玩个什么吗？杰克又离开了队伍。嗯，派对游戏。对啊，快速的。好，派对游戏。啊，他现在好像把一二三给混在一起了，他融在一起了。嗯，全部融在一起了。所以会有跑酷，可恶，我讨厌跑酷。哎，不，本来就都会有跑酷。他不是每个都有吗？只是有一个、啊，有一个没有。是哦，我就饿啦，对不对？忘记，反正他的已经有了，刚、就是、讲完就直接了。刚讲完就直接了。从来没有跑到终点过。啊，你搞不好你现在可以啦。对啊，那我上次怎么有加速啊？对啊，速度跟速度好快哦。好。他不是本来就有吗？还是没有？有，本来就有。我记得好像本来就有加速。啊，下一个多一个。啊，哭啊！哎呀，哭！哎呦，个加速很烦。哎呀，我呀！你怎么刚刚没跳到？哦，我被这个加速器。啊！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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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哦耶耶耶！啊！耶耶哦！耶耶哦！我竟然没跑到、啊，我也没跑到。这是什么烂跑酷？这是啥？哦，要、啊、往上跳的，天上会有分跳跳的那个。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比较高速的是要怎么，你要会有那个知道蜘蛛网的 jump 吗？哦，哎、欸，不是啊，啊，点不到分数啊，一直被抢啊，抢起来，抢起来，啥？哦，有哎、欸！哦，我不想抢分数了，太厌世了吧！哎，我高啊！我到现在才五分呢、欸那個，你看前面已经三十几了。啊，九分九分！啊，你不能跟那个最前面比啊，他们都是那个哎、欸，派对游戏之鬼、欸。对啊。他们专门在练派对游戏的。不杀动物。我说我杀到什么扣分数的？那个动物头上有分数。哦，对对对对对对吧？啊，负五十分啊，负五十分啊，没事啦，负五十。反正我们扛帮前面没有分数啊。没数啊，没数啊。哦，负五十。啊，负五十。
不，我是哭一，哎呀，附身，太惨了吧！猪啊猪啊！哎哎，我又砍到负五十啊！你才能砍到负五十啊？负五十。你知道他负五十是一刀就秒哎、欸，很过分哎、欸，好扯好坏啊！其他都砍那么多下，可以去看看。哎、欸，回来啊，我的五分。哎呦，没想到。那跟 LO 一样，吃冰前先仔细一下。对啊，该点了吗？可以点了吗？可以点了吗？确定要点这只吗？确定吗？确定吗？哇，小雨第三哎、欸。因为我们砍到负五十，五秒秒，这个是不是就不用用手打？这不用，不用。是啊、哦。嗯，还要用撞。我真的不会，不知道怎么吃很多哎、欸。我也不知道啊。你说现实还是？没有说这个游戏。我这游戏真的没有吃到超级多过。我只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一直在吃。所以你如果只要 一停下来，你就注定不可能在前面，对，你就没办法去前面。就像我现在没办法了，所以要吃别人前面的草，跟着人家抢着吃草。繁星，你是我们的希望，真的。不，你想吃好吃，你吃。我已经没救了，我这个牛要饿死了。我也没救了，你是老牛。只吃嫩草，他吃不了草了啊！他怎么可以吃300个啊？那是很鬼哎、欸！啊，牛多饿啊！我是小游戏吃鬼、欸。他们已经把……哎、欸，你追过我哎、欸！我第三呢、欸？哈？你追过我哎、欸？啊？真的假的？还是他是总分？总分吧？是什么？没有吧？每一次小游戏都是一个，对，每次都是哦。哦救命啊！救命啊！要往哪走？当中我从来没走到中间。哎，是猫猫嗨！哎，你有带小伙伴吗？应该有吧。我跟到别人的小伙伴了。知道了。阿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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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我在哪里？我是谁？啊，往中间那个光柱那边走就好了。中间啊！我怎么走到别人家？我也是走到别人家，我又走到别人家，我走了两次，被蜘蛛杀死了。我也要死了，我已死。喵哈被蜘蛛吃掉，这个哦，对对对对，这个不是啊！我怎么一直在往绕外面啊？啊这路上怎么100只啊？哎呦，现在是别人追别人追一半的，你们怎么看到有光柱啊？我怎么没有？个烽火台啊！我没有烽火，他屋顶上面有。我超级迷路，哇！杰克第一耶！哦、我刚刚第一个到，迷到爆。哦，这个跳绳吗？这个怎么开啊？超累个跳绳。对啊，我记得这个根本没有办法估啊。是跳绳哦，这个哦。对，嘿，哎，我为什么会直接滞留在空中？ 我是已经死掉了，你死掉了，快、哦、死掉了！哎、欸，屁嘞！死掉他有延迟，你要算延迟。我跟你说，这个要超早跳。我提早跳啦、啊，可能太早。你要你掉下来，差不多要踩到他。哦，好好好好好。跳！跳啊跳啊！他应该有一个从脖子穿过来的，然后叫你蹲，要蹲对不对？要蹲起来。对啊。啊！小雨死了！哎呦哎呦哎呦！剩全神贯注这次，剩两个，越来越快！喂，我有哦，有，我有，我有 ！J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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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jump！ 哦，这好快啊！jump！ 很快啊，超快的！哦呦，这。他是一定要淘汰掉最后一个人，是不是？不知道、欸，嗯，好像是，还是还有一个关卡上限，这我就不知道了。啊，那个线超快，超快，冲超快的那个点。哇！哇！好恐怖！啊，不停啊，不停啊，不停啊！很猛哎、欸，他救可你，他救可你。
哇，还热了！哇，第六三七，哇塞！三八了，三八了，鬼耶！跳出去！好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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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久？要多久？哇，他直接大跳特跳哎，完全没得损。哦，有关卡上线啊，你们就慢慢撑吧。好啊，再撑一下吧。就看自己，哇、哦，好快！秀一波哎、欸，四七哎、欸，是吧？四八了，好猛啊！四九五十，五十了，五十了。我故意跟七哥聊天，他会疯掉。还好了，我这画面打又回五十二，打打打打打又回啊！怎么又要跑酷？怎么又是跑酷？为什么好酷有两个？哎呦！哦，跳对了，没事。啊！为什么这边的伽马值看起来很奇怪？对，特别亮。耶！我在这里了，我不要跑了，我没有，我要躲在角落。哇！行了。嘎巴德古达在。巴迪，咦，喂，哎呀，要啾啾，这个我超不会，啾啾，这拉上来都要跳，来吧，啾啾，哦，这个啾啾马上被拉走，这个猪猪，哦，感觉好痛，真的，我一只啾啾都没钓到，没事。哦，猪飞走了。怎么有猪猪看起来特别不一样啊？还有写名字哎。对啊。M 开头的吗？那个是另外一个名字。他穿 M 号的啊。超级培根。Super Pagan。啊，我到底有没有勾到猪都不知道。我这边有免费的 WiFi 进来。什么？你有免费的 WiFi 吗？你居然没有吗？哇，好卡！我到现在是零，我的道理让猪回去。捞猪回去。太过分了。你先捞过去，我再跟着捞。喂，哎，哇，杰克你好会哦，他会钓猪哎，太猛了！我就是要拉的时候就是要跳一下，不行啊，太神了！第二名，哇，耶，太神啦！哎，休息啦，休息啦，水逆的一天啊，真的是水逆的一天呢。哦、啊，我投了四个，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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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拜拜拜拜拜拜，好累哦，好累哦，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哦，真的好累，怎么可以那么累？我的天哪、啊！看一下，香狼在亏嘞，哦，他们改九点半。666繁星六千啊！感谢陈的超级不不不啦，抖呢。看一下有谁在开哈？啊，麻子关了哦！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哇！等下若英跟达达会开台湾那个上次的尔维奥，嘿。那你们有想看谁的吗？不然来这个好，哎、欸，这个台的妹子唱歌很好听哦。这个是麻子认识的，就这样啦，我们走咯，拜拜，感谢各位，我们集中到这边来。他唱歌很好听，就这样啦，大家拜拜。